没有啊，找到没有？没有啊，那么大的钻戒，说找不到就找不到了。哎，来不及了，启动 B 计划，可没有钻戒怎么就回呀？去买呀，赶紧买呀！哦，买个一模一样，快！哦，吃。怎么了？吃。好吃啊。对了，我一直呢有一些话憋了很久，都没机会跟你说。 嗯，姐姐，这回得是求婚了吧？这灯又是怎么回事啊？等一会儿吧。嗯，哦，我打一个电话。 连一个餐厅你都订不好，生狗，我也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。啊，都吃完了，味道怎么样？好吃啊。 好吃，嗯，哎，服务生，这个蛋糕再给我一份，打包带走。好的，不用，饱了。哦，好吧，那我们走吧。走了。嗯，你没吃完吗？吃完了。 那我上去了。好，早点休息。晚安。晚安。哎，等一下，你把他留给我，让他陪我回家吧。
求求婚啊！夏组长，上午拿给您的文件签了吗？哪一个？就是下面那个。哦哦哦。嗯，好了，我都看了，谢谢你，辛苦了。 为什么？他为什么不跟我求婚？是很奇怪啊，专门把你约去游乐场，还什么表示都没有。这两天我太折磨了，满满的给了我希望，又让我失望，又给我希望，又失望。按理来说是不应该哦。都什么年代了，他不求你求，我求。啊。 这好吗？你与其在这心烦，还不如叫他来问个清楚。小严这点说的对，我同意。我求就我求，干了！手机。 是吧？喝酒了？信信我，谁欺负你了？嗯，告诉我，我去找他。你，我，沈哲宁。
你到底娶不娶我啊？戒指明明都戴在我手上了，你为什么要取下来？还有昨天去游乐场，你不是要求婚吗？结果呢，你什么都没有说。还有最后那块蛋糕，一点儿都不好吃。我就是以为你把戒指藏在里面了，我才吃光的。笑什么？我跟你说真的，我不是想给你个特别的、隆重的、浪漫的求婚吗？那天在游乐园，还有晚上在餐厅的时候，我都有准备，只不过出了一点小的意外。我不要什么特别的，也不需要什么浪漫的，你就是我的浪漫，你是最特别的。然后呢？然后啊？妈，我一个女孩子，我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那这个时候你们该说些什么吗？求婚啊？那我这不是着急赶过来，我这怎么那么没带啊？那怎么办啊？你不吃了，先求婚。干嘛？求婚。这什么意思？按照我的大小选一个。一时冲动的决定，男孩的求婚也不应该一下子就把对方给感动了。你想要这个女孩把心交给你，想让她成为你的妻子，应当是两个人从一开始认识的时候就开始去做这个事儿。所以啊，这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最完美的求婚，爱情就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每时每刻每分每秒，是理解，是包容，是沿路的美景。说了这么多，我发现说的挺苍白的，只有爱你的行动才是最真实的。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见证这份真实？嫁给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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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嫁给他。你有爱我这个方式，教会我对世界和自己诚实，细细拥有每个简单日子，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事。要不是你那么坚持，
我不会懂爱情是什么样子，多少岁也不迟，我们这次陪爱慢慢从学步开始。我愿意。爱要慢慢热，慢慢走着，慢慢热，平凡变深刻，慢慢的，我们越来越像了，两颗心都清澈。爱要慢慢热，才领会心得，慢慢的找到天使了，闪光的，就算积压成皱褶，也是一生累积的。说了这么多，我发现我说的挺苍白，只有爱你的行动才是最真实的。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接受这份真实？准备吃饭了，我让孙总去了，我今天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什么重要的事啊？等一会儿吃完早点啊，去一趟烧烤屋。我都跟你求婚了，怎么着我也得跟阿姨说一声。坐。其实看着不太正式。你什么样子我爸没见过啊？你谁让他最喜欢？不用那么刻意。哎，小严。嗯。钱姐订婚，你打算送什么礼物啊？我不知道哎，你送什么？我已经买好。啊？那你送什么？那我能告诉你吗？切。我这个人最不会送礼物了。怎么办？我觉得其实人家俩什么都不缺，咱送礼物呢，讲究的就是一个心意。我觉得得送那种早晚都能用得到的，就想的得长远一点。早晚都能用得到的。想什么呢？我总应该买点什么东西吧，这空着手不太好。不用，告诉我妈这消息，她比什么都开心。哎，等等等等，让我再想一想，一会儿怎么跟阿姨说啊？走吧，不用想，一会儿就知道了。快点儿。怎么那么重啊？进去啊。这次胡叔买的好，这香啊。说呀。干嘛呀，你俩搞得这么严肃啊？他有话要说。说啊。阿姨。我要向他求婚了。真的，妈。哎呀，我知道，浅浅是您最重要的人，
所以我一定会疼他、尊重他、爱护他。所以我希望您，我同意，我同意。那你们什么时候办这个婚礼啊？看吧，我妈根本就不喜欢考虑。妈，我考虑什么？我考虑人小事，这么好的女婿打着灯笼都来找，还考虑？哎，不是，阿姨，你就跟不想听一下，就是我们两个人对未来工作上的一个规划，还有生活上的一个。我不想听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你们年轻人有自己的工作规划，有自己的生活节奏，我不想干涉特别多。再说了，你们那工作跟我讲，我也听不明白呀，我。啊，不过，就关于这个结婚这个事儿啊，阿姨倒真是有几句话想嘱咐嘱咐你们，别嫌我啰嗦啊。这结婚过日子可不是像你俩想象的那么浪漫啊，也不像电视里演的那样，什么你们去逛逛街啊，做做饭，看看电影就能过得那么长久。这个婚姻是要靠你俩去经营和维护的。当然了，这件事情呢也不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，你们俩将来在一起生活的久了，难免会有摩擦啊，会有矛盾。这个时候你们不要抱怨啊，要宽容，要理解对方，要学会换位思考，多想想对方的好处，要多包容。最重要的一点是你们一定要相互信任，这样呢你们的婚姻生活才能过得长长久久。阿姨，知道。好不容易今天这么佛系，那生孩子的事就生孩子的事可得抓紧啊，这是个大事儿，你都多大年纪了，什么备孕啊、养胎啊，好麻烦的，要准备好多东西的。哎，老胡，老胡，别叫了，我让他给准备炖鸡汤啊。哎，这个鸡汤得炖上，以后你就得天天喝。我不指望他，我现在就买鸡给你炖鸡汤去。走了。那就这样。不好意思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巧了呗。你也买婴儿装？嗯。家里有亲戚生孩子？没有。那你不会是要送给？对啊，送给夏小姐还有盛总的订婚礼物。你不能送。凭什么呀？因为我要送啊，我们不能送一样的。那你就换一个呀，我先来的。我昨天就想好了。我昨天晚上就想好。你好，这个替我包一下。一起付账吗？分开付。哦，好的。你这衣服白买了，盛总喜欢女孩。生男孩生女孩不一定。谢谢谢谢。电话里的口气我都听出来了，肯定是喜事儿。快给我讲讲求婚的场面，快点！你快点给我讲讲，快点！你都知道了，是不是很浪漫？就是那个场面啊，也没有那么浪漫。啊，那你讲讲是什么样的？我逼急了，我求的。你求的？对啊。怎么这样啊？就趁着我自己喝醉了，我逼他用我妈烧烤店里面的鱿鱼圈戴在我手上。鱿鱼圈，你太绝了！整个烧烤店的客人都是我们家的见证人。浪漫吗？浪漫。厉不厉害？嗯，可惜我没在呀。就差你了。真好。那你呢？感情状态怎么样？爱什么呀？我没爱，我是说，
我跟秦赫伯也在一起。猜到了。你怎么猜到的？怎么猜不到呀？你们俩朝夕相处，你心里又一直有他，这不是早晚的事儿吗？我觉得挺好的。那你会不会觉得我这个人……双双，我祝福你，为你高兴，真的。而且你喜欢上谁、爱上谁，本来就是你自己的事儿，跟别人都没关系。你要幸福。谢谢你，琴琴。真，真好看。你也来个鱿鱼圈儿。到时候跟我妈说，啊，到我上店来。好。哥，你尝一尝。好吃吗？嗯，味道不错。哥，我最近想了很多，之前是我太不懂事了，对不起。萌萌，哎，周日我准备跟夏姐弄一个简单的订婚宴。那我就不去了吧，免得到时候大家都尴尬。浅浅，很抱歉，因为工作的原因不能去参加你的订婚宴了。看到你能跟心爱的人开始新生活，真的很开心。希望你们今后能多喜乐，常安宁，一切顺遂。你永远的朋友，双双。回来了。哦，洗个手吧，我去担汤。嗯。来喽！好了，开饭了。我看到你准备礼物了。哦，这是我给浅浅和盛哲宁的订婚礼物。这周日晚在长盛酒店，他们的订婚宴。那我送你去吧。我正好晚上有直播，就不去了。你直播能改到下午的，没关系的。没事儿，浅浅不会在意的，心意到了就行。我知道都是因为我，对吧？对不起，我知道夏浅是你很重要的朋友，现在让你很为难。没有，再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一定会把我跟陈宁之间的问题全部都解决了，好吗？谢谢你跟我说这些，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吃饭吧。哎哎，看什么呀？这俩盒子什么呀？你先别动，不是让你俩一块回来吗？怎么就你自己来了？他人呢？嗯，开会呢，一会儿就过来。来来，跟我说怎么回事儿？
什么东西啊？俩盒子神神秘秘的弄的。哎，这是我给你和小盛准备的礼物，老有分量了。猜猜多少钱？长得挺喜庆。给你个提示。2000。你妈就这么抠门啊？你好好猜。花20000块。再猜。20万。你疯了？20万，妈，干嘛花20万买这两个东西啊？你被坑了吧，妈妈？怎么就被坑了呢？这俩就值这钱。干嘛花这么多钱呀？还有你哪来那么多钱啊？我不是也有点积蓄吗？然后我这剩下那些，找你胡叔贷了点款。不过人说了啊，不着急我还。你真不用这样，你的心意到了，郑林凯也明白，不用买这么贵的礼物啊。我知道人家不在意这些，但是他对你的好，妈都看在眼里。咱家是不是很富裕？但是我作为一个长辈，是不是要给人准备点像样的一个礼物？谢谢妈。小姐，你说妈原来天天就希望你赶紧嫁出去，可是你真要嫁出去，那舍不得了。笑什么你笑啊？我真的很多年了吧，我没见你这样过。哎呀，行，啊，好了，这样吧，行了。妈，我不能看见你这么伤心，摘了我不嫁。别闹，我怎么可能不嫁了？阿姨。啊，小盛。您找我？哎，来了。哎，坐。哎。跟夏前马上就要订婚了，我呢给你们俩准备了一个礼物送给你们。嗯，你们看看喜不喜欢？这个呢是一对龙凤呈祥，希望你们俩以后生活的和和美美，龙凤呈祥。看看喜不喜欢？嗯。怎么样？嗯，喜欢，这个很别致嘛。你也看看呀，20万，你快点。看看。你这是个凤。订婚那天你们俩就带上它啊！不，不带了吧？我们俩订婚的衣服跟这个也不搭呀。不是，带上它能怎么了？什么不搭？你戴在里边也可以啊。没事，戴着，挺好看的。挺好的，你看看人家，你戴上，戴上。行吧，结婚那天你给我戴脖子上啊，我戴里面。龙凤呈祥，吉祥如意。真的不差是吧？有病吧你！来，我给你摘了。哎呀，别戴了，这土。是。阿姨的一片心意，我得带上。塞里面。外面。明天有没有时间？明天啊，有啊。好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走吧。这边。爸妈，过来看你们了。跟你们说，我订婚了，这就是我的未婚妻，她叫夏晴。
叔叔阿姨好，你们二老放心，我会照顾好哲宁的。有一件事儿，一直都藏在我心里。怎么了？在没有进入长生以前呢，我一直有一个理想，我想要做一个小提琴家。小提琴家。谢谢。制造惊喜，特意为你演奏。妈，你下来。下午的董事会怎么没有出席啊？我根本就没有答应过你，我会去。你明知道我开董事会的目的，就是让几个董事认识你。你倒好了，一声不吭，直接缺席。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，会让你的合作伙伴对你失去信任感，真是商场的大忌，你知道吗？哦，你有什么要说的，你可以告诉我。我根本就不在乎。什么商场规矩，什么是管理的窍门，我今天把你约到这儿来，我就是想告诉你，我有自己的想法，有自己的理想，我根本不要进什么长盛的董事会。这些年来都是你在安排你的想法，你有问过我的意见吗？从小到大我都是听你的，现在我只想拉琴，就这么一次，让你认同我有那么难吗？哥，你少说两句。爸，你就让哥做一些他自己喜欢的事情嘛。都说完了，后天呢有个商业论坛，你必须去，时间地点我让小琴发给你。我有比赛，我去不了。小子，我培养你这么多年，不是让你在这儿给我拉琴的。你要再不继续下去，我就断绝父子关系。回家路上，我爸又出了什么？如果知道那是我跟他最后一次见面，我一定不会跟他争执，而是跟他好好谈一下。后来我接手了长盛，每天都要在每一个股东面前装作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，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才知道我自己有多心虚。那个时候我才明白，站在我爸的角度，让我进入长盛是对我最大的认可。接手长盛以后，我才知道管理这么大的企业，身边没有一个值得信任的人是多么艰难。哎，我的这份理解啊来得太迟了。
我爸不可能再听到了。叔叔一定可以理解的，而且他肯定不希望你现在在因为这件事情改变。我去门口等你。盛总当助理那会儿，每天都按照他的要求在房间里面摆上向日葵。那时候他总说，人生在世烦恼多多，总得找些什么东西来提醒自己每天开心点。没想到我爸的喜好过了这么多年你还记得。这是我应该的。对了，听说你要订婚了。嗯，恭喜。谢谢。说不明白就别明白，不必探究，只要开怀。无意中撞见美丽的海，想立刻专程带你来。人类奇怪，见怪不怪，不管好坏，只要期待。交出一颗心，那算慷慨，讨一辈子高利贷。多好玩的爱，多复杂的爱，多无语的爱，爱爱。你可以耍赖，也可以瞎猜，你不用学乖，别担心未来。你可以气急败坏，死心不改，反正有我在。你可以耍赖，也可以瞎猜，上天的安排没有人取代。你可以故意使坏，推翻重来，反正我都在。让等待辜负等待，人的耐心是种能耐，哪里会有花种下就开，长旅途不必走多快。没有活该，只有应该，我们一同更爱现在。我买了糖果整整一袋，是昨天你想吃那块。多费力的爱，多简单的爱，多糟糕的爱，爱爱。你可以耍赖，也可以瞎猜，你不用学乖，别担心未来。你可以气急败坏，死心不改，反正有我在。推翻重来，反正我都在。被宠着的人永远都是小孩。